第二十六题 ,AB 两条相同的弹簧分别与置于光滑水平面上的甲乙两物体连接。甲物体左端用绳子与墙联系，如右图所示。若水平施力 F 与 B 弹簧达到力平衡，且两弹簧的使用不超过弹性限度， AB 两弹簧的弹力位能分别为 UA、UB, 则 UA、UB 的关系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到这里边施力一个 F,要达到力平衡，所以这边也是 F, 那么这边拉了 F 的话，它拉移也是 F, 那么这边弹簧拉移也是 F, 事实上这里的每一点的受力呢大小都是 F, 所以 AB 两弹簧是相同的弹簧，它们受到相同的力量作用，就有相同的伸长量，于是它们就会有相同的弹力位能。因此第二十六题问我们说，则 UA UB 关系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, UA 等于 UB。